我们终于到台中了。这次呢，我邀请了我的几个好朋友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一场2019年 BMW Who to Coast 台湾的这场174公里人车接力赛。我们即将从台东鹿野高台出发，然后一起跑到垦丁。那这段路程呢，我们将有5个队友一起完成这一项接力赛。那你说明一下，这3张是车贴，那这2张的话贴在车的2侧，那这一张的话贴在挡风玻璃上面。太假了，白痴啊！上手了，要好好的贴住啊！等一下，好好贴，好好。哎，这是我们24小时。直接傻眼，这个可以吧？100个人不会有人想到要这样子，不是，你不觉得那个就比较有 power 的感觉吗？来这个，帅，哇，29，赋予我们的车队，我们的队上最后一张贴纸。我是你们的执教练梁教瑞。林教瑞，为什么是林？因为上次阿弟叫他林。哦，杏林春暖。你想再拜拜啊？完成了，完成了。耶，我们的229号。粉丝们快看，229号。我们即将要准备开始我们的174公里人车接力赛。现在来到台东鹿野高台，今天呢，我将带领我的5位队友一起来参加这场台东Who to Coast人车接力赛，总共有5个棒次，我们要分174公里来完成它。重点是现在台东鹿野高台超级冷，然后刚下了一场大雨，所以全部都是烂泥巴。你看我的脚，超级恶心的。那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队友吧。耶，下来，耶，这是子俊，他就是要跑第5棒，跟忘记了。OK， 016，他要跑第四棒，我待会要接给他哦。下一个就是怪兽电影公司的翠丝阿纪，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他，之前在爬山影片的时候跟我一起出现过，就是他。最后一个我的队友不见了，毕竟他才19岁，等一下跟你们介绍。这里，19岁，最后一个队友。啊！最不受控的19岁队友，怎么会呢？太假了，白痴啊！上手了，要好好的贴住啊！等一下，好好贴，好好贴。5、4、3、2、1 ，Go！ 我现在正在稍微热身一下，因为我的队友他们去找我们第一棒。接给第二棒的时候，好像第二棒热身的时候把那个晶片掉了 GPS， 所以他们现在回去第二棒的地方找所以我也没有手机跟他们失联。我现在完全就是自己要掌控一下到底什么时候会来，因为我们现在的队伍啊是到应该是全部的最后一名了，目前因为我们后面只有电后车，那希望待会在我的棒车的时候可以把最后一棒这个名额交给其他队伍，所以待会我的棒次要负责9.8公里，有100多公尺的爬升上坡，希望我可以在这个棒次当中把我们距离领先群拉回来，不要被前面的队伍拉这么远。白扣，你真的让我等太久了，我已经在这边吹风淋雨超级久，你现在还给我慢慢走，快点，太久了。给你，给我晶片。我以为这边六位嘛。我真的等超久，我大概等了应该有30-40分钟，在那边吹风，快不行了，太久了。我们这队目前已经是最后一个了，我的目标就是我的均速要跑到4分半5分，把我们的成绩往前拉一点。我的第一公里跑了4分44秒。可以啊，加油！
现在的路上全部都是黑的，看不到任何一点东西。你们一定拍给你看，看不出来。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想办法在我的棒次，把我们的差距缩小一点。Go go！第二公里，4分30秒。状况内，加油，我可以的。现在已经是准备第3公里了，我的成绩第3K 4分36，电后车已经追上我，我的队友也超过我们，对吧？我现在大概7公里的路程，要泽瑞，帮我拿一下。你们去可能还要一段时间。OK， 我现在已经4公里了。好，加油，慢慢走。加油，哟，小伙伴加油，果然不一样。第4K， 4分23 ，Go！ 我看到他们了，很远的地方，太棒了，我任务快完成了，准备交接给下一棒。啊！我真的没有保留的在开，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名一直有电后车跟在后面的感觉很糟，所以我很想要赶快摆脱这个电后车。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力量把我们团队的成绩往前带多一点。好，快到了，快完成我的任务了。我现在均速应该3分多了。对，尽快朝上，好，可以了，加油，加油，加油，力量，加油，直接给我就好了吗 ？Go go go， 加油，拜拜，拜拜，加油，好，好累哦，我的配速4分39，哦，我已经爆炸了 ，Go go go go， 我已经真的爆，全力了是不是？几乎全力，我没有保留，我本来想说。他在想说要不要后面留一点体力，后面可能会爆掉，那我就不行，再保下去那个对方面的压力太大了。加油，你可以的，加油！山道之神来了。接下来18公里的路程当中，我即将挑战爬升400公尺的上坡，加油！现在是准备起跑山道之神的路段，我刚稍微着装换背心、短裤，然后还有长袜，试一下这个补给品，不然要18公里的上坡。然后待会的路段，前10公里都是上坡。那希望我的队友可以给我补水一次，因为大家都带水袋，但我希望可以补水一次。补水一次之后，接下来下坡我就顺顺跑回去。出发了，我的山道之神之旅，接下来就是一路400公尺的爬升，维持10公里之远。加油，不用走都是好事。目标6分内完成全10公里的路程。陡的上坡，但是我这个手环我就不能放弃。终于上来了，从这里开始就是10公里的上坡。我刚太陡了，需要先调整一下呼吸。我的山道之神挑战，我给自己设一个目标，就是看我能在这段18公里的路程当中追过几个人，为我的队友们争取多少时间。你们猜看，我在这次的路程当中可以追过几个吧？以下留言，等一
等一下揭晓答案。加油加油！啊，第一公里5分24，很好，目标内目标内。感觉说我很喘，一直绵延上去的山坡路，它沿路一直这样绕过去，到那边山头都是。还好以前很常去河湾山跑山哦。第三公里5分18，可以哦。但这段稍微缓一点，加油，剩7公里，加油。第4公里5分18，很好很好，状况内啊，上坡已经快过一半，哦，我预计6到8K 的时候是补给，补充一下能量，加油。5K 4分53，看到队友不小心超速，跑了5分内，啊，难怪那么喘。上坡只有5公里，加油！你有没有补给？有没有补给？你再吃一个好了，再给你。加油！感恩，谢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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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公里。4分47，只有5公里了，我的脚现在已经明显感受到很疲劳，快抽筋。有点累了，先撑完这一棒再说，后面还有2棒，见机行事。因为我的团队在等我。加油，杨哲瑞，加油！好累啊，哦，我全身快抽筋了，还有4公里多，哦，好累，啊，撑下去，加油，我那么累。子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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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耶！三道之神，我脚快收筋了啊！我的18公里跑了92分，均速5分09，快挂了。
耶、yeah! ！好累哦，跟你讲，我的后段都一直在抽筋，我总共追过了11个人，超爽的。希望子俊可以加油，我跑完了，太爽，哇、哦！我一定要来按摩一下，三道之神。我跑了18公里，一定要按摩一下。3个棒次，接下来要从这里前进10公里，爬升大约300，希望我还撑得住。现在身心灵都超疲惫，快抽筋了，很想睡觉，没吃晚餐，没吃午餐，一整天都只吃果胶，快受不了了。加油！哇，第1公里4分40，又喘，脚好酸。我想办法撑久一点，哦，第2公里5分09，快不行了。第4K 6分11，基本上我现在已经调不回来那个心跳，现在连下坡都喘到不行，我只能。跑完就好，真的跑完就好，还有一半。一个人跑在这种路上，当你还有力的时候很好玩，当你没力的时候，干！跑到好想睡觉，好可怕的感觉啊！跑到快睡着，原来是这样。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想跟做的一样，速度很慢，身体很冷，跑到快睡着。提醒大家，如果要比这种比赛，还是要练。练得确实一点再来参加，然后吃也要吃正常，哦，不然会很危险。耶，终于快跑完了，我在半路捡到一个我刚刚按摩隔壁床的朋友，我们就相依为命的跑回来，太累了。好险哦，你不然我就放弃了。那段路根本就没路灯，超可怕。耶然后现在子俊还在跑，大家帮他祷告一下，加油！
还没吃成，还没起跑。解散了，拜拜，解散了。